人才是强军之本，人才是第一资源。在我军宏大的人才方阵中，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群体，他们是伴随人民军队成长壮大的军旅骑兵，是以热血铸就军魂的忠诚战士，是引领军队政治工作各个专业领域发展的排头兵。进入新世纪，世界新军事变革大潮奔涌而来，抢占人才建设制高点成为各国重大战略举措。党中央、中央军委高瞻远瞩，科学决策，实施军队人才战略工程，我军人才建设的航船在更高的起点上扬起激流勇进的风帆。总政党委和直属党委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中央军委和胡主席的一系列决策指示，坚持大势大抓，勇于创新，强势推进，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独具特色的人才建设之路。总政直属单位人才群体高举旗帜，听党指挥，以一流的专业才华、优异的业绩贡献、良好的形象作风，在新闻出版、文艺体育、文博影视、教书育人和服务保障领域勤奋耕耘，像璀璨群星闪耀在军营天地，彰显出当代革命军人的豪迈风采。激扬文字令人热血沸腾，嘹亮军歌催人勇往直前。占直属单位人才队伍半壁江山的宣传文化人才，被誉为党的喉舌、军队的形象大使。他们弘扬主旋律，唱响正气歌，对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巩固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发展先进军事文化、激励军心士气，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生命线上铸军魂，红星意愿育人才。院校教学人才队伍立足三尺讲台默默耕耘，甘愿呕心沥血教书育人，自觉做忠诚使命的举旗人，精心培育让党放心的接班人，为全军部队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政工人才和文艺骨干。春风化雨润无声，爱心烘托夕阳红，服务保障人才队伍牢记服务是天职、满意是标准的要求，积极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把组织的关怀和温暖送到千家万户，让老干部颐养晚年，让广大官兵后顾无忧。近年来，总政直属党委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着眼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按照军委领导和总政李主任的指示要求，在直属单位大力实施人才战略工程，培养造就选拔大批优秀人才，推动了人才建设又好又快发展。春华秋实，硕果累累，以这次表彰的人才建设先进群体、德艺双馨的名师名家、贡献突出的专业英才、拔尖优秀的年轻骨干为代表，直属单位人才队伍建设的丰硕成果令人瞩目地展现在人们面前。李铎，中国著名的书法大家，2006年荣获中国书法兰亭终身成就奖。在建党90周年之际，八旬高龄的他
举办我爱我的祖国书法展，字里行间表达了对党和祖国的赤诚热爱，对书法艺术永不止步的探索追求。著名演员李幼斌在《亮剑》《闯关东》《中国地》等影视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令观众称赞的英雄形象，展示了特有的艺术风采。著名作曲家印青，他的名字已经和当兵的历史、走进新时代、天路等脍炙人口的旋律融为一体，构成了人们心中难以磨灭的深刻印记。著名剧作家孟冰今年被授予全国中青年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荣誉称号，他创作的现实和军旅题材话剧和电视剧在社会影响广泛，受到观众好评。杨洪基，我国著名的男中音歌唱家，曾在《党的女儿》《屈原》《托斯卡》等中外大型歌剧中扮演主要角色，他演唱的《滚滚长江东逝水》唱红大江南北。于海，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先后担任国庆大阅兵、北京奥运会司礼演奏总指挥，在长期艺术实践中，他为加强中外管乐艺术交流，推动中国管乐艺术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陈耿，西安政治学院军事法学学科带头人，他出版《军事法理研究》等十余部著作，2007年获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被评为军队创新人才工程拔尖人才。刘国梁，国家乒乓球男队主教练，他曾率领中国乒坛男队驰骋国际竞技赛场，夺得21个世界冠军。这些年，直属单位先后涌现出众多在全国全军有重大影响的先进典型，一生传承红色经典的军旅兵籍家黄涛，甘于献身使命的军旅园丁吴斌，矢志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的南京政治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员群体，为伟大祖国高奏凯歌的解放军军乐团，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军事新闻部，为中央军委授予团结拼搏的体坛劲旅荣誉称号的八一男篮。从教学科研园地到音乐舞蹈影视领域，从新闻出版战线到竞技体育赛场，十年来先后有170多人次登上国家国际最高领奖台，有200多个作品和项目获得国家国际大奖。南京政治学院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办学育人，忠诚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宣传者、传播者、实践者，建院30多年来为加强军队政工人才培养和政治工作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思维学学科带头人严高红，他全身心倾注于党和军队的教育事业，先后撰写17部专著，为培养高素质政工人才贡献出了毕生心血。西安政治学院坚持用延安精神办学育人，科学构建育人模式，积极拓宽育人渠道，不断强化育人实效。30多年来，先后组织393批、15万余名部队干部赴延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在培养政治合格的接班人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军艺术学院坚持名家制教办学育人理念，建院50年来培养了大批优秀文学艺术和文化管理人才，
创作了大批精品力作，被誉为军旅作家和艺术家的摇篮。过去地道战、闪闪的红星，这些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经典名作，伴随和教育了几代人成长。今天大决战、飞天、惊天动地等军事大片又成为中国电影新的骄傲。建厂以来共拍摄各类题材影片2400余部和近100部电视剧，多次荣获华表奖、金鸡奖、飞天奖、金鹰奖等重大奖项。总政歌舞团紧跟时代步伐，大力弘扬先进文化，培养了一大批在军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艺术家，人才队伍建设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2006年以来，先后从地方重点院校毕业生中聘用10名文职人员，经过几年来的精心培养和实践锻炼，他们已成为解放军合唱团的主体力量，为人才建设注入了新的生机活力。注重打造品牌剧目，相继推出原创中国歌剧《木兰诗篇》、红色经典舞剧《铁道游击队》，以及以青春的名义歌舞晚会、名家与经典演唱会，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总政话剧团坚持以人才创精品，以精品推人才，创作演出的《黄土谣》被评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毛泽东在西柏坡的唱响荣获文华大奖，生命档案在全军巡演120多场，胡主席亲临观看，给予高度评价。总政歌剧团注重加强人才培养，圆满完成中央军委慰问驻京部队老干部迎新春文艺演出任务，太阳雪和野火春风斗古城3年内2次荣获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首届中国歌剧演出季和交响音乐会系列演出获得广泛好评。这些年来，总政新闻宣传单位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越来越高，在战火硝烟弥漫的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战场上，在亚丁湾护航、国际维和部队联合军演、抢险救灾的行列里，都有军事记者冲锋陷阵的身影。解放军报社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积极应对全媒体时代挑战，以报纸为基础，以网络为牵引，培养造就高素质军事新闻人才。军事记者杂志主编朱金平采编的稿件有20多篇获中国新闻奖、军队新闻奖，去年获长江韬奋奖。新华社军分社努力打造权威开放的国内军事新闻采集传播平台，不断增强新闻报道影响力。采编主任徐壮志是汶川抗震救灾时第一个进入汶川县城的记者，他向世界发出第一篇新闻报道，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优秀共产党员。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坚持在重大任务中摔打队伍，培育人才，先后有19人次立功受奖。记者王亮采制的玉树地震一次成功的救援行动获第48届亚广联新闻节目奖。2010年，电台中心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紧紧围绕提高军事节目影响力，全面打造军事宣传平台，努力建设电视专业人才群体，
出色完成了各项电视宣传任务，先后有100多人次获长江韬奋奖、中国新闻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解放军出版社紧紧围绕业务建设，出版了一大批优秀精品图书，获得鲁迅文学奖和中国出版政府图书奖等多种奖项。每年组织召开业务学术年会，通过评选优秀的选题策划和论文，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使用人才，一批业务骨干脱颖而出。面对多样化军事任务，这支队伍以昂扬的战斗意志、顽强的思想作风、过硬的专业技能，出色完成了党、国家、军队赋予的各项重大任务。这是一组直属单位人才冲锋在重大任务第一线的英姿风采。在部队出征的集结地，在炮火硝烟的军演场，在洪水肆虐的大堤上，在遍地瓦砾的废墟中，在骄阳似火的阅兵村，在神州天宫的发射场，处处闪现着他们战斗的身影，高扬着他们激昂的歌声，为部队官兵鼓足了勇猛的战斗士气，倾注了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开幕式，著名舞蹈编导张继刚与张艺谋联袂指导，向世界奉献了一份精彩绝伦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盛宴。他总导演的大型舞蹈史诗《复兴之路》再次展现了总政文艺工作者的杰出才华。这是一个人们熟悉的名字，他叫徐海英，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高级记者，曾拍摄制作了《望长城》《背负民族的希望》《小平您好》等100多部纪录片，一次次展示了红色历史的辉煌。这是一座展示中华军事文明的辉煌殿堂，这是一部记载人民军队光辉历史的立体教科书。50多年来，军事博物馆以它深厚的历史积淀、丰富的文物收藏、繁复的陈列平台，在国家级博物馆行列中独树一帜，培养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军事文博专家。这是一支升国旗、奏国歌的体坛劲旅，81体育工作大队60年人才辈出壮军威，团结拼搏助辉煌。2004年以来，共夺得奥运冠军7个、世界冠军90个、亚洲冠军104个、全国冠军249个。在北京奥运会上，运动员不辱使命，奋力拼搏，勇夺5枚金牌，又一次为五星红旗增光添彩。这是一支誉满全球的精品部队，解放军军乐团成立以来，圆满完成了各类体育任务7000余次，在国家庆典和全国各类重要会议上表现十分出色，赢得广泛赞誉。2011年5月，他们首次踏上访美之旅，以雄壮的军乐和精彩的演出，架起了中美两边文化交流的桥梁。登高望远好行船，乘风破浪正当时。2011年4月，全军人才工作会议为军队人才队伍科学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7月1日，吴
主席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强调指出，要敢为事业用人才，特别是要抓紧培养造就青年英才，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鲜明提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为我们加快人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总政党委和直属党委认真贯彻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决心以更高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更大的力度，全力打造高素质宣传文化人才方阵，在新的征途上高歌猛进，再创辉煌，谱写崭新的时代篇章。Thank you.